再来关心的就是军方即马继续在走出伫训练的时阵，不幸对海的飞行官陈毅，有闹渔民伫出海时，发现讲可能是这对海的所在遐有一个坑真大，军方即马请工作人员来协助，嘛拍算要伫这所在附近搭一个平台，方便作业。昨发现第一片这残骸的这民众，透早讲有闹找到可疑的物件。这两个白点钟，就是前一天渔民出海的时阵所发现的大坑。而这个地点哦，可能是失联飞官陈毅失踪的地点。海巡的小艇是持续伫个现场咧待命。搜救时间一样，从一早就开始，都是从这个区域搭小船或是竹筏到疑似失事的地点。而今天早上呢，也携带了竹竿以及钢筋，还有铁丝等物品到现场，疑似要搭棚架。因为陈毅失联的地点在近海浅滩地质较松软，军方有可能向在失联地点附近起平架，也是平台的方式来方便作业，嘛找来营造业等专业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来提供的建议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对外由我们军方那个政策部门发言哈。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到，真侪人是随身带着机具，准备要坐船啊。而第一位发现着飞行器残骸的民众，再是游泳到现场协助，还搁伫个步滑边发现着可疑的物品，翕相了后要交予军方来确认。哦，我搁往那西，往那行，往那西，往那行，开车往那看，往那看，啊，人会开到往去共船啊。军方伫早时十点半左右嘛，增加了十一名畅水人员，扎着装备，准备要到有可能失踪的地点水下来找人。为十一号飞官陈毅失联了后，就陆续发现飞行器的残骸以及外套，甚至传出有找到飞行器顶的 OK 啊。但是在场的军方面对任何的提问，拢非常的低调，无爱做任何的回应。记者林伟廷、王刘婷、陈兴坤，甲伊报道。